你看这么大的一个池塘哈，估计有个五六千平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它趴了。那边有个房子哈，我们去找一下老板在不在那边。今天给他好好的上一课，走。有人吗？哎，老板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听说你这边有个池塘要卖了吧？对对，现在我这个准备分苗了，也没空管理了。你这池塘多少钱卖呀？最低的话，那要在五千左右。五千，我之前有换过那个，都是比较好的鱼苗环节，都是那个桂鱼什么七八。你看3000块钱可不可以啊？太低，三千五。这么帅是不是？加500块钱好吧，3500吧，好吧。对，既然你有这么诚意的话，就报给你吧。反正我也没空管理。砸在这里啊，你们自己弄啊。我没空了，我要去海上忙了。好好好。哇，好多鱼啊，快！这里这里这里，这捡鱼的节奏啊！哇，今天跟我们的阿华一起抓鱼，很爽。这个是老虎斑啊。好一下，哇哇，这里这里，哇阿华被抓了，赶紧赶紧捡鱼。阿华斑这个，这里这里，哇，来桶给你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是青斑，青斑，我头拿了，哇，一两斤吧，哇，这个还有一个，哇，陈叔肯定占了，不管他了，有鱼抓，赶紧把我们的3500抱团本钱赚回来，一定赚了这个，哇，十斑不贵，看这节奏，这个有将近一斤吧，这种比较贵啊，一斤100多，这里这里，这小小的，小小的是什么鱼啊？哇哈，是我们的黑美人珍珠斑啊。这个池塘里面比较脏，回去的时候洗干净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有半斤。你看，我这个什么？哇，很漂亮。哎呀，走路不好走。哇，这只鱼怎么这么漂亮？这是什么？叫南瓜子还是南瓜子？南瓜子可能。因为蓝色的叫南瓜子。啊哇，一人抓一只，这边三只哈。我抓两只。哦，这只大的。哇哈，我两只土贵。嘿嘿，我这一斤多。一斤多，一斤150，这也有两斤了吧？哇，可以啊吧！今天有你这个好扳手，这里这里，这里这里，捡了，刚捡了，嗯，我都走不动路啊！我堂主看到会心疼啊！堂主今天亏大了！哇，你看，这么多这么大的石斑，没有抓干净，被我们给捡便宜了，堂主今天肯定很心疼，走。听到了堂主哭泣的声音，哇、哦！你看，这个太大了，两斤多。这里还有，这个黑猫有点像，哇，也是南瓜子，这个比较大，一斤多，很漂亮啊、哦。哇，这次我们包堂应该是不会亏哈、哦。这个走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哇、哦，这个蓝蓝的，南瓜子，南瓜子，可以啊，一斤多。哎。哎，好累啊！哇、哦，这个包池塘比抄水沟累多了。阿华，下次还要不要搞池塘？有钱赚就要搞。有钱赚要搞，上去冲一下，看有没有鱼。那边水全部退干了，退到这边闸口了。现在有鱼，全部应该集中在闸口。我们叫我们的杰哥把那个闸口给用网堵住了哈。现在我们看看这底下有没有鱼啊？开始混水摸鱼、哎。你看，很大的一个尾巴。来来来，有鱼有鱼，来了。哦哈。今天第一把割鹿刀，3斤多。哦、好像也摸到大货了。哇、哦，三把。哇，这么大！哇，这么大，十斑。哇，这老虎斑，五六斤啊，单手举不起来。哎，我这里也有。举起来。哇，哎、我这边抓了一只了。哇，贵鱼了。哇，第二把割鹿刀。这个值钱。哇，太重了，五六斤。有有，好大好大。哇。哇，这条更大，7-8斤，哇，这是第三把割鹿刀，我好像抓到一个尾巴了，哎，我来包抄它，来了来了，哇，好大，哇，就这就这，赶紧扔去，哇，这个是魔鬼鱼哦，这个本地叫做哼鱼啊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它的鱼头一直浮出水面，哦，来了。
第四条了，今天红鱼啊，也叫割鹿刀，这边可能有大货。这里这里，那是我，我来来来，哦哦，好大哦，神龙摆尾，春华过来帮忙。哇，我一个人无法自如，春华过来帮忙。哇哇，两个人，哇哇，好大，哇好大的鱼，五六斤，继续。哇，这下发财了。这么多鱼，这次谭主要哭着回家找妈妈了哈，亏大了他这次。哦，有鱼，有鱼，哦，哦，好大，哇，又是红鱼，今天第六把割鹿刀。这上面都是大货。哦，这个闸口就直接通向大海啊！我们要把这边给围起来，然后这鱼就跑不了了哈。感觉就开始关门抓鱼了。感觉进去可以穿越。穿越时空了，这边出去可以到达太平洋。这里一只，哇，好大，哇塞，哇！哈哈，来来，赶紧拿起来，赶紧拿！哇，你看，这条鱼只有我们今天抓了一半的鱼货在这里，我们另外一半已经放到岸上去了。3500斤，谭主还以为他赚了，我们赚了。好好，我们上去看看这个探路上面有没有搁浅的漏网之鱼吧。好，走。我们要找硬一点的地方啊，不然脚不进去。这大货抓了就是巨货，太重了，这快100斤了。找到一个，找到一个滑板车，这个可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海上，海上法拉利啊，海上法拉利，你看看我们的阿华，真的我啊，我跟不上你的脚步。要不要坐车？哎，坐我的。坐我的那个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让我坐上去。走，等我啊！别追呀！有什么发现吗？哇哈，有鱼啊！什么的？什么？哇！小心点，后刺有毒饵呢。哦，我坐上面。哇塞！摇起来！哇！可以哦，可以，漏网之鱼，哪里跑？走，回去。这土真是太沉重了。摸一下看一下。哎，有货，哇哈！哪里跑？华哥，你行不行啊？华哥，啊，下去帮忙。啊，接一下鱼，接一下就可以了。接一下，你扔过来吧。扔过来，你确定？哦，全身已经脏的不行了。可能下面还有一只。我哈，还有一只、哦、什么胎呀、啊，兄弟，这是长得不大一样吗？要不你扔上来。这只是油桂，这只是那个龙胆、嗯。同一个族类的，都是自家人。我在上面建议你一起走，两只走还是一只走？两只走扔。哎呀，扔可以扔了，这么远可以扔了。会滑，会滑，你是阿华的还会滑？阿华，哦啊，大丰收啊！这池塘抓鱼比水坑抓鱼累多了，脚踩进去陷进去出不来，我太累了。我还没抓呢，现在肚子就饿了。我肚子也饿了，晚上回去加餐。今天这个鱼货将近100斤啊，你拿到老板这边卖掉。新搬进来了。新搬的一斤多少钱？100斤。100啊。兄弟们，3925哈，我这十班就将近4000块钱了吧？对，总共多少钱？都是30，哦，都是30。35、30上，哇，今天好几把。今天红果怎么样？收入多？984，可以吗？对啊。这个准备不是再来我给你吧？好，大家收起来。来一个。1825哈，红果跟这说都是30，你放起来吧。都是30了。240。那个喝鲈鱼2万算60了哈。好，喝鲈鱼啊，我的，地方，发财了，1194。哇，今天收获很好，8163哈。微信收款8163元。那我回去跟我的兄弟阿华问一下哈，我们一个人可以分4000多，
我们今天那个包塘的成本是3500，还是有赚的哈。看来下次的话，有机会还是可以包一些大自然哈，可以单车真的可以变成摩托。啊，那先走了，回去了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点击头像观看。